好，兄弟们，今天又是来钓鱼了啊！今天准备玩一下传统钓，因为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挺不错的位置啊！这个地方水草挺多的，然后还有点芦苇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今天的钓点吧。看一下啊，今天的钓位是这个地方。这个草特别的多，然后呢，我准备搁这个地方来打钩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空荡一点。今天还是定点打窝啊。打个大半个羽毛球，用的9米啊。好，今天我们用的线组呢是0.8号的铜线，然后用的那个6米3的杆子。用的鱼钩是4号的完式，今天用这个红铜来做钓啊。漂亮。这条鲫鱼还可以啊，正口。哦，这条还可以。不错啊。还不错，哦，好鱼了，我去，哦，这还可以的，漂亮。我去，这条大了，这条还挺大的啊，漂亮。这条，哎呦，我去，可以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就钓到这里啊。这个天也快要黑了，今天的口还是可以的。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鱼货吧。好，看一下今天的鱼货啊。看一下，还可以吧，20-30条啊，20来条啊。